我是 Erica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儿。继全联之前推出了泡泡珠之后，因为它标榜了只要用热水冲30秒就可以即刻享用的珍珠，它造成了一个网友抢购的热潮啊。没错，什么都要珍珠。于是呢 ，Seven 也推出了珍珠相关的产品，现萃茶里面也是有珍珠奶茶。可是它的珍珠真的超级难买，真的。你知道它就是台北地区现在有8家的超商有卖珍珠，然后它那个珍珠啊，它是一定的量，然后要8家去分，所以它如果产量没有很多的时候，8家拿到的量就相对很少。每次去他就说珍珠已售完，现在就是什么都要珍珠就对了，珍珠奶茶面膜、珍珠奶茶雪花冰、珍珠奶茶凤梨酥。哦，有这个？有啊，就是我们上次拍那个试吃，然后我们想买就买不到那个。哦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虽然 Seven 买不到，但是我们买到了全家的，这是全家的蜜香红茶，好开心哦！全家的达利抹茶，而且你知道什么吗？它加珍珠不加价，所以它里面有珍珠，哇哒哒哒哒哒哒！而且现在是有特价，对，它现在第二杯7折，七折，所以这两杯是80块，到5月9号这样子。其实呢，在我们拍摄的前一天它才上市，对啊，而且还让我们这么方便就买到了。全家是每一家都有，真的方便。Seven 也很棒 ，Seven 就是走一个饥饿营销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对耶，好贱哦！我买不到 ，sorry， 因为我们本来今天是想要做 Seven 跟全家一起的开箱，但是就是 OK， 我买不到你， okay, 所以我们放弃你。可是我们待会会有一个 bonus 的比较，接着看下去就知道了。嗯哼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试喝。好，你想喝什么？我要喝红茶。好，阿姨，我已经要选红茶了。我要选红茶。吸管怎么有那么小的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所以它不是波霸、哦。不知道，喝看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？你试试看。Excuse me 。Nothing。提醒店员，这个吸管是不能用的哦。记得要跟他拿出的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因为我那个时候买的时候标示其实还蛮小的，我就跟他说，哎、欸，我两个口味都要。他就说，哦，真的吗？他就有点吓到，想说，我惊讶什么？然后他就立马转过去跟他的同事说，你会做吗？他说不会做，我第一天来。然后他们就两个人手忙脚乱，我是看到他们是打开一包粉倒进去，珍珠它是一包一包做好的，然后它放进微波里面，再把它倒进去，搅一搅，搅一搅，再加冰块，搅一搅，搅一搅，它就变成了这一杯。但是用粉哎、欸。对，可是他也没有问我冰块甜度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挑。用粉应该是固定好的，而且它没有 shake 哎、欸，没有 shake， 它就是拉一拉。你要人家怎样？你要变成 shake 完之后，下一个我还要这个，那他是不是又要洗？然后洗完还要 shake？ 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要缴电话费，然后等一下，等一下电话费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要买烟。超念人真的很厉害，够了，不知道哪来生来一个出水吸管。我要喝了蜜香红茶珍珠，它珍珠是混珠哎、欸，也太诚恳了吧？所以等于一包里面就是蒙好的、欸。嗯，而且我觉得它 Q 度是 OK 的，不会太软吗？小的会比较软，可是大的我觉得刚好刚好。哎、欸，它到底是红茶还是奶茶？其实我买的是红茶，它怎么会有奶的味道？颜色有点奶啊，它颜色有点像早餐店那种奶茶。好，可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用粉泡，所以就是有粉的那个口感。有粉感。那你觉得它珍珠怎么样？是好咬的，有的手摇杯卖的珍珠你会咬很久，但是我觉得不够冰。有没有 shake 的差别啊？你觉得它茶味呢？因为我觉得粉感太重，可是你嘴巴里面有粉吗？粉味太多，然后一直在品尝，不出来那个茶。我觉得香，是蜜香的香啊，可是茶香就是喝不太出来，被蜜香盖过了。然后珍珠不会太甜，是另外一个。我们要换个吸管哦。你把它吸成这样，你把它吸掉了。哦，你被淘汰了，吸管先生。现在是达利抹茶加混珠，它还是有粉感，可是我觉得抹茶有粉感是可以接受的。因为抹茶本来就是粉，我觉得全家抹茶系列一向都做得还蛮优秀的，很浓的抹茶香。它的抹茶不会太甜，因为有的抹茶会做比较甜，就是如果是饮料的话。好啦，残酷的时候来了，我们今天有了一个秘密武器，这样是不是太残忍了？现在手摇杯店很多，所以超商要这样做势必就是会比较。那我们今天呢也买了一杯手摇杯的，那我们选择的是已经是大众品牌了啦，讲到手摇杯就会想到五十兰。我买了搅一搅吧，我买了五十兰的波霸红茶来跟蜜香珍珠做比较。那因为我们买全家它是不能调整冰跟甜，其实也不确定可不可以调啦，如果可以的话欢迎留言给我们。五十兰也买正常没有调冰度跟甜度，你喝完一定会说哦，这才是冰，这才是冰，太晚了，大吃，它的珍珠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嗯，如果喜欢有嚼劲的会喜欢。如果你喜欢不要咬的话，就谁会买珍珠不要咬？买珍珠就要咬啊！我就不喜欢要咬很久了。
啊，我知道了啦，如果你们怕咀嚼肌太发达，但是又想要喝珍珠的话，买全家的。因为其实手摇杯他们的珍珠一开始来的时候是冷冻硬的小小颗，然后他们会先用热水去煮沸腾，差不多8到10分钟。哦，对，你以前手摇杯店员。对，他们讲出来，再让它焖煮差不多15到20分钟。哦，所以是这样做。这样煮起来之后过冰块，然后再专业哦，再加糖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这样子比就太残忍了嘛，过程这么繁复，对他没有办法做那么多的事情。你想搞死店员是不是？人家做的事情还不够多。如果说我现在想喝珍珠，其实我会选五十兰，因为我喜欢 Q 度够的珍珠。全家抹茶系列太强大了。如果我想喝抹茶，我会买达利抹茶比加珍珠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。所以如果就珍珠红茶，全家跟五十兰，我掏五十兰，你也是五十兰，我也是五十兰。它那个粉感我不是很喜欢。甜度来说，五三比较甜，因为我买正常，但它可以调整。冰度来说也是它比较冰。我想喝饮料的时候，我就要够冰。更残忍，比较呢，它多少钱？53.40，这杯50，但是它第二杯是7折，85除以2，42.5。大半夜起来也是只能去超商买。啊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大半夜凌晨几点想喝手摇杯？哦、，sorry， 手摇杯店没有开那么晚，只能选便利商店。嘴馋啊什么的。对，你帮他们找到了出口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跟追踪我们，我们会下次再出新影片给大家的。没错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